哇，导演，快要下雨了。大晴天怎么打雷啊？吉时已到，开机。那这几个冤家也应该快到了吧？医生，哎，随我，冲！冲啊！哇！万岁！交下宝剑，请问锦衣卫千户大人府？六位大人终于来了，跟我走吧。是本宫请你们来的。现在是大明永历十六年，他身上背的是我大明的至宝穿越风筝，我是用它穿梭于现在与未来之间，这才有幸得识六位，所以特邀你们前来我大明做客。各位进来。1662年啊，明朝。哇，你300多岁了，300多岁保养这么好。你什么星座的？什么血型啊？有没有男朋友？宣六位千户大人觐见。我大明享国300年，累积了无数金银财宝，这圣火令就是打开我大明宝藏的钥匙。你们谁要是愿意做驸马，就将此圣火令赐予此人。皇上诧异，您以为我是一个贪图富贵、爱慕虚荣之人吗？错，我只是喜欢您。怎么了，陛下？臣才是愿意为你赴死之人。真是臭不要脸！不要脸！不要脸！陛下，臣愿做驸马，为陛下赴汤蹈火。你是我的闪耀小苹果，怎么？几位驸马爷的牌子都准备好，今晚你想让谁陪你？陪不好公主的，通通斩了。哎呀，我这礼拜不方便。哎呦，你这个礼拜不方便，我这个月还不方便。哎呦，就跟我这年方便似的。哎呦，我这辈子都不方便。哎呦，不是，那我这几辈子我都不方便啊。怎么了你？哎，我要去方便一下。你再忍一会儿。全部拿下，就地。不能！这不是梦啊！哇，极限挑战！啊，还拍呢？找他们算账去！还拍呢！都炸成这样了，快看看！你们谁啊？啊？谁？你不知道我们谁啊？黄国你不认识啊？你气势宝宝了。黄磊不知道啊？来，不是这个，来身份证懂吗？看看。黄铁牛，啊？你们安静点好吗？我们这边录极限挑战的，赶紧走啊！哎，我们走了，你们拍谁啊？拍谁？拍谁你们不知道啊？几颗？哎呀，我的手机银行里边怎么只有2块钱了？哎呀，我怎么变双眼皮了？你怎么看得见呢？我怎么看见呢？咱们这圣火令在不在？圣火令这圣火令是真的，大明宝藏它就是真的呀。对呀，那咱们找到大明宝藏，咱们还怕什么呀？对呀，那咱就有钱了，那咱还怕什么呀？是啊，又有钱，还有我们极限男人帮，还怕什么呀？对呀。怕什么呀？怕找不着，找不着也得找啊！找啊！没事，赶紧找，不找，没事，走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巅峰对决，老狐狸对小狐狸。哎，我你对我干什么？哎，你干啥玩意儿？这傻媳妇干啥呀？暴露了，穿帮了！不哥，嘿嘿，一群神经病。我可以信任你吗？当然。你看着我的眼睛，我最喜欢看你的眼睛。你再看，我会永远看着你。你好好看，我常常看。哥，我喜欢你，我明天就跟黄渤离婚。要停了吗？你这个彪货！小波，
你不会怕倦了吧？我真是阴谋，大家真不知道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。生只有一个人，不如死啊，才能得到那个大明宝藏。没人能活得了这个局，今天来就势在必得。哦，你以为宝藏那么好拿呀？哇哇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咱俩到底谁帅？